不是所有的乳腺癌患者需要行靶向治疗，需要对患者呢进行基因检测，明确有无靶点，以乳腺癌常用的靶向治疗药物曲妥珠单抗来说，乳腺癌患者中呢，大概有25%到30%的患者，他是喝吐过度表达状态，只有喝吐基因扩增或者喝吐蛋白过度表达，才可以用曲妥珠单抗靶向治疗，而喝吐阴性的患者呢，就不能用此治疗。当然，针对肿瘤为环境的抗血管生成的靶向药物呢，比方说贝伐单抗啦、阿帕替尼啦这些，目前不需要进行基因检测。另外呢，晚期难治性的乳腺癌如果没有常规的靶点、内分泌治疗以及化疗呢，效果又不好，我们可以行二代基因测序法，